老杨说女巫上线是平局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就这套阵容呢，打女巫确实女巫不好打，但是你架不住女巫这边上来，比如说原生信徒白嫖一刀这种情况也不是没见过，对吧？他但凡白嫖一刀放狗咬了击倒第一个人，然后开始滚雪球，或者穷人那边出失误。不，大帅你要知道，这不是国服，这不是老杨，对吧？白嫖一刀不行吗？这白嫖一刀我觉得好，知道落地没有？哎，没有，在不在播飞了？人家游戏会说话，你看看，对我的肯定。嗯，是老杨白嫖、啊、还蛮多的。老杨的女巫呢，确实玩的不错啊，这个实话实说。但是你、哦、这把完全可以由老杨那个来点评。哎，老杨单独来解说。是老杨怎么打？这波怎么说？老杨他这波抓人怎么说？他这波丢狗我觉得很有问题。对，好像因为什么呢？离得很远，他给原生拉远了。他这波是不是寄生在了 OK 我掉一个寄生拉一个点，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波人类失误了，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我想的先掉胶鸟我这波以为先是胶鸟他就很难打了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这波先是胶鸟他炸裂胶鸟。对，我本来是想说先是交过去可能就很难打了，他跳板是不是没放好你说他这个跳板是不是没放好？这个跳板是直接准备他就能起飞的那种跳，也还行，斯维拉的不是很远。飞的还行是吧？啊，飞的还行，好像没了。哎，倒嘞，鸟交了，鸟呢？鸟还能打。哎，对，还能打。我觉得这熊忍者还能打、哎、鸟交了三台机了。这个跳板没有，他这个跳板为什么对着这个墙还能跳？你看他这么这跳啊，我原地立正。我没看到他跳板他、哎、这个跳板是不是撞墙了？对，然后把女巫原生信徒骗下去了。对，他给原生骗下去，就是好跳板，这就是好跳板。哦，我懂了，这个他这个跳板是虚晃一枪，不是我这个跳板。按理说他怎么看都是撞墙的呀，对呀。但是跳板撞墙，然后女巫原生下去了，关键是。你看这一把，其实求生者很多失误，就在这一下不就是打到了人类电竞修三台了，也很难打了。对，求生者的操作就是，哎，我搞这波操作你看不懂，完事了，你看不懂你就操作不过来。这个确实我们刚刚看那个透视的那个残影视角，他确实跳过去撞了个墙，原地往下往那边掉下来，就掉那个口。我就很奇怪，那个跳板不是怼着墙吗？他为什么这么放？完了呀，这密码机够了呀，这波搏命一把的话、我就这么说，正常频率啊，就刚才就大帅他那样不死，这那样死掉啊，没有跳的，他节奏都不行了，他这把已经亮三台了，这就是现在。修机速度在这里摆着，所以说女巫抓人必须是60秒秒抓。他其实这波抓人第一波就是人类已经给机会的情况下抓人，速度都跟不上。对，鸟因为毕竟有个鸟多一刀的频率，这一刀频率很关键。你说他这波如果打个双岛有没有机会翻回来啊？双岛不太现实，大副的话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，这边毕竟摇表了，我既然选大副就肯定不会给你双岛啊。他这边摇表的大副不比幽冥差的控场去。更何况是大副有一个强的强的点，知道在哪吗？他摇表的时候没法补寄生。啊，老杨分析的到位呀。这样的话，机子还剩下30，这边原生信徒压住，那边人挂上，有就怎么地，反正这个玩具上二挂了嘛。我开门战放狗咬住玩具上秒了切船，还有没有还来不来得及保个平啊？嗯，这把有机会保平，就是这个练习看你守的怎么样了。嗯，我但是毕竟二阶没出来，它的本体位置离这个玩具商位置特别远、啊、能咬住吗？他这个有没有机会？我觉得这把还是个三，你看他这边狗在这里，精力就分散出来，原生就守不了电机的。就算这波打到了玩具商，我觉得他也能摸起来，毕竟古董商在旁边 OB 的情况下，两个人摸，主体不一定能过来补机身，补的特别及时。就算补及时了，我觉得也不会摸不起来啊，一定会摸起来的。这刀打上的是大副先知，一刀密码机点亮，4人开门战，这波操作很可以啊！啊，谢谢尼克不喝酒，谢谢。这一把的话，4个人开门战的情况下，目前没有什么，没有赢面，女巫能抓的节奏，没有什么赢点了，就是一个平局往下的局。这把，这把听不了老杨的爱如火了呀。没事，你想让我唱一句话的事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我们这个。哎，这还有个跳板呢，这跳板、哎、这狗跳板是不是能被狗天上咬？哎，可以咬下来，咬下来，能咬下来的。
好，这直接落地。这边的话，再锁门的话，还有机会保个平，直接传没什么问题啊。这边门没有开，那么赶紧主体往这边拉，先架着这个门。那个门毕竟是还有很长时间没有人贴。这边先是给了手机会，这边飞轮有没有？没有，交过飞轮了。这边打到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蓄力过满刀还好没中，还好没中。差一点点，这边那先把这个大副给挂了。如果大副不挂的话，就一刀斩结束了。结束的话，人类就可以出来打团了。现在不能让人类出来打团，赶紧挂人，把第一个人给你。他有没有机会去找到玩具商啊？玩具商这边只有一个飞轮，他没跳板，没道具。玩具商不太现实，他在那传送。现在只有守门，看谁给机会，或者是谁过来准备救人，打一个这个时机差，然后中间抓到一点机会，只能这么打了。啊，你看他这波必须说是打一个，你看两个人开始往这边赶，就他就打这个抓人，懂了吧？啊，他就打这个抓人，他能保个平。这波我觉得很有机会，但我这边卡了。我也卡了，我靠，我也卡了。不是我想这边要被压死了，完了，这波平局了，平局了，这就平局了。玩家打这里，哎，就是这种包夹，这种打一个人类的一个时间差，这边打出来的话就有机会了。这边门开了，但是没有什么用。这边大副，但是是一个满挂啊。我觉得大副这把人类还是有说法的。不过大副没有怀表了，这一局我认为还是一个多抓不是平局的一个局啊。这把保平其实保的已经很好了。开门战的话，大副给了一手怀表的机会，直接给秒掉了，人类就很难打。是不是跑不掉啊？先知这边门，哎，我不能管先知了，他没有一刀了。这有，还有七秒钟，还有几秒，一刀戳到三秒，没了。那没了的话，他只能守着大副了。那个那边大副那边还没有名，然后先知这边可以 A， 哎，他先知 A 不了 ，A 了之后星图没了。那守大副啊？对他，我觉得他就守大副吧，打一刀。秒，这把不会还要赢吧？我的天哪！大副，哇，传过来，有没有鸟？有没有鸟？没有鸟，哎，三多抓，不是这三跑了，哎，不是他那个再杀了，他古董商为什么不给压力救人啊？我也在想，你给那边给的耳鸣压力，他这边赶过来管这个星之，但门快开了，没用，我直接就玩那个了。哦，搬运是吧？搬运慢慢搬运到中间去，搬运，我直接搬到地下室去，你来吧，古董商，让你来。哎，如火。啊啊！如火，啊，可以，我觉得以老杨的，我特别喜欢听老杨唱歌。我觉得这把呢，就是可能那个球者这边也就想听一听老杨的唱歌。老杨爱如火，完全不一定。这把古董商说不定就操作出来了，操作不行，哎，这古董商过来操作，我感觉再送一个呀，对，还可以再送一个。对吧，我这边良心图啊，传送啊，你我说这么远距离传送，我感觉什么都不太可能赶出去了，没了三抓，啊，这不这爱如火啊，妥妥的，现在上吧，安排。不是你不应该是抖音上面那个艾特我吗？发个视频啊，你好好唱，唱完发个视频，你可以唱个100遍，挑个最好的。